今年以来，大尺寸面板出货延续了去年第四季的出货态势，呈现的是淡季不淡的走势。根据市调机构调查，三月份大尺寸面板出货总量是6882万片，月增17%，年增有3%。国际品牌备货加持，本季的电视面板需求出货看增。